比如说，我看到跟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，去跟我跟他不好的那个人讲话了，我心里不高兴了，你跟我这么好，你怎么可以跟那个人讲话？那你为什么会这么？因为你不高兴了嘛，苦，你开始产生苦。他跟我很好，那但是他知道我跟他不好，可是他还去跟他好啊，所以他心里面开始很不高兴。那你佛陀要教我们的就是，我们会有情绪反应。那么情绪反应基本上来自于我们过去的认知跟现在的状态。那么我们会产生一种决定，还是产生一种思维啊？我们叫做寻思嘛，思。那么之后，那么你就开始做反应啊。那么你就跟他讲，你以后不要再跟他在一起。你如果要跟他在一起，你就不要来找我啊。那么就开始做反应啊。但是佛陀教你在做反应之前啊，在造作以前啊，因为你要去跟他讲，造作以前你要先停下来。我为什么要这么想啊？这个我之前也有想过，就是我们遇到一件事情，很直接的就觉得。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？我要去跟他讲，我就想到他想停下来，先停下来，先停下来想一想啊。然后发现到说啊，其实这个也不用讲，这个是我们太在意了，或是说他也许不是这样啊，就是说，那么就先缓下来。结果缓下来之后才发现，哎，他真的不是这样，还好没有去讲啊。那么你要先，因为我们有习惯性的反应，那这习惯性的反应对，由于我们错误的认知。或是跟我们息息相，跟我们的利益相关，叫做我爱嘛，跟我有关的会损伤我的利益啊。比如说你跟我这么好，你就不应该跟他好啊，因为他跟我不好啊，类似像这样的。那你心里面想，其实他跟我好，他跟我好是跟我好，我跟他不好是我跟他不好，他不一定我跟他不好的人。他都不能跟他好，那我不喜欢吃这个东西，他也不能吃嘛，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我喜欢喝苹果汁，我不喜欢喝芭乐汁，那所以你也不可以喝芭乐汁，因为我不喜欢，那不能这样啊。哦，那这样想一想，那么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呢？这个是不是跟这样是不是没有道理呢？跟无明相应呢？跟无明相应呢？这样是不是我只为我自己想呢？跟我爱相应呢？你就想这个东西。那么你仔细想了之后，那么你就会觉得，你还是会生气哦，因为那个心没那么快，那个心没有那么快就调伏下来。但是当你冷静下来想的时候，我这样想，我好像太自私，就好像那个人，就你就在将心比心，比如说那个人他也有不喜欢的人啊，可是他不喜欢的人刚好是我喜欢的人，难道我希望别人？我喜欢什么，我不喜欢什么，那么他跟我一样。可是你有没有跟别人一样？别人喜欢的你就喜欢，别人不喜欢的，你知道你跟他很好，你知道那个人不喜欢，所以你就跟他所有不喜欢的人都不好吗？你也没有啊。那么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你只爱你自己吗？你只为你自己的利益吗？我爱相应吗？那么这样道理是不对的嘛？因为不可能这样嘛，你也没有这样嘛，这个是无明相应吗？那么你从这个地方去观察你自己的内心，那你慢慢你去观察，第一个你不会就马上造业啊，造作错误的业，那你会冷静下来分析道理，那慢慢再慢慢去看，慢慢去看啊，他以前也没这么不好啊，那他现在变成这样，那现在他跟我很好，以前他也跟我好过，以前他也跟我好过，那现在跟我不好，那现在这个人跟我好，以后也有可能跟我不好啊。那现在跟我不好，那以后还有可能跟我好啊？为什么？很常见的吗？本来很不好的两个人，后来他们两个最好；本来最好的两个人，后来两个又不好了。那不好了之后，又来合又分又合。那为什么啊？这个也很常见啊。那世间是无常的，随着因缘在变化，那随着你的心情在变化，那心又是什么呢？它又随着什么变化呢？心又随着什么变化？那么有一定的东西让你变化吗？你会发现到没有啊？因缘变的时候，以前我很气他的那一点，现在我已经不这样气了啊。我以前很爱他的那一点，现在也不存在了啊。那么现在还爱他，不是因为以前那一点，是另外一点。现在还气他，也不是以前那个状况，而是另外一个状况啊，就开始改变了。那你再仔细想，那
那心会随着境界不断变化，它也没有一定怎么样。那心到底又是什么？到底什么是心呢？啊，那你又去好好想这个问题，想啊想啊想啊，你就知道，其实心也是无自性的，也是无我的、虚妄的。它并不是真的有一个心在那边啊指挥啊、哦。就像有些居士常常会问我，啊，师父，啊，那我最近常常在烦恼啊，这个以后老了怎么办？啊，因为这样都常常睡不着，啊，因为他没有结婚嘛，他没有结婚，人家老了有先生或是有这个小孩照顾吗？啊，他没有吗？那有一些法师也会这样啊，他想说，人家至少还有家庭，我们没有啊，出了家了，老了又没有小孩啊，有些年轻出家没有的，像我就没有啊，有些有啊，那么有没有小孩可以照顾啊？那也没有先生，也没有太太啊，父母等我老了之后，父母也不在了啊，那兄弟姐妹也不可能管你啊，那像我老了，那我要怎么办啊？那如果你没有在寺院里面啊，那有一些人也很会担心的啊。那像那个居士就啊、他是说，师父，那我老了啊，那我常常会想到，那以后我老了怎么办啊？那想到想一想想一想就睡不着。我就说，啊，你就不要想了，你先睡觉再说，要想明天早上再想。说我也不要想啊，可是他就是他自己会想啊。我也不想，但是他自己会想。那有一个我，有一个他，那个心是谁？就是我的心是叫他不要想的，可是他自己要想，他不受我控制。那个他又是谁？那个要想的是谁？那个叫他不要想的又是谁？那个叫他就是要他想跟要他不想，他自己会想跟你要他不想的那个心，到底是什么？那你好好去想这个问题。那你会发现，其实你要静下心来想，我们有时候要给自己一点空间跟时间，静下心来想一些很深的问题、深细的问题啊，因为我们大部分太忙了啊，那忙来忙去，忙来忙去哦，然后很多时候不太会想一些比较深层的问题，那个要静下心来想。我们忙很多嘛，忙这个忙这个，忙到晚上就累了要睡觉了，从来没有时间思考问题。那这样不行哦，这样你的心不够有力量，因为太多事，不能太忙，真的不能太忙。那么你要先训练让自己的心可以沉静下来，久了久了，即使在很忙的时候，你的心还是稳定的，稳定的看着一切的境界，那个时候才可以开始忙，那个时候才可以开始很忙。因为那个时候的忙其实就是你不断在观，因为你已经很熟了，你不断在观察境界，从那个境界里面啊，你可以忙可以不忙，但是你看这个人很忙，其实他的心都很寂静，看着这个世间的无常啊。那我们一开始不能给自己太忙，所以佛陀一开始都要叫佛弟子干嘛？到树下寂静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习惯嘛，习惯六根攀缘六尘，就想很多，要处理很多事，要做很多事，要处理很多事，要想很多事。那么世间的事太多了，你做那么多事，你处理那么多事，你想那么多事，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事，自己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，没有想过，没有想过自己的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自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有时候要给自己一个空间想啊。那么你开始基本上就像做早晚课一样，做早晚课一样，就是一开始不用太长的时间，那么少量多餐，例如像这样，就是找到时间你就集中起来想一下想一下。